攻击乌克兰顿内茨克，以及宣称用 Rapira 反坦克炮打跑乌军步兵部队。俄罗斯在顿内茨克兵分多路，再加大攻击。Сколько мы встречали пехоту, штурмовиков встречали, все прям подходят,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узнают, когда что ты танкист.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现在在顿内茨克的西北边小镇奥西列季涅，俄军正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俄罗斯用尖射式的火箭弹击落乌克兰无人机，而乌军的第25旅伞兵就用更多的无人机来应战。能够远距打爆俄军坦克当然好，只是也因为没有亲自派人出去，只透过无人机当眼睛侦察攻击，也让俄罗斯发现还有退路。只要看情势不对，就原地躺下装死，反正只要躲过无人机侦察就可以逃回去。乌军发现了俄罗斯还有这一招后，更是不敢大意，目前为止还算守得住。Раніше було таке, що наступ вівся і по 10 танків виходило на нас. От зараз, будь вони свої помилки。而一旁还有捷克军援的吸血鬼多管火箭炮待命。只是根据智库 GFSIS 统计，顿内茨克南到北270公里的边界至少有26处的激烈交战区，更往西北部的哈尔科夫同样也在苦战中。Я з пацанами. Я несу РПГ і 5 кабачков。乌军精兵第三突击旅的士兵身上的密录器提供了战场第一视角，只见慢的奔跑，背景声就是枪声隆隆。躲避俄罗斯的枪林弹雨，跳进壕沟与队友会合。这就在哈尔科夫的小镇沃尔昌斯克，激烈交战之中，乌军还不忘要省子弹。好的，экономика。沃尔昌斯克从五月初以来就成为两军攻防点，乌军拼死抵抗。Я не знаю, выйду ли я отсюда, короче, но, блядь. Ну, вчера сколько? Нормально, мы набаранили.这段影片差点就变成了遗言，还好最后只有轻伤。而乌克兰密情局也宣布，在这里发现有亲俄卧底，专门监看回报乌军战斗位置。行动曝光之后，人已经被乌克兰扣押。另外，在欧美批准乌克兰用军援武器打俄罗斯之后，也有助于挡下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攻势。A Ukrainian lawmaker says U.S. supplied weapons now being used to hit targets on Russian soil are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particular, he says American-made HIMARS mobile rocket launchers are the weapon of choice for Ukrainian soldiers.尤其是乌军用海马斯击中俄罗斯的防空基地和军火库，这减弱了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攻击火力。这样的进展可让普京很不高兴。In the end, if we see that these countries become involved in a war against us, what they are doing makes them directly involved in a war agains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ct the same way. Overall, it leads to some serious problems.普京在接待外媒记者时放话，如果乌克兰能用外援武器打俄罗斯，那俄罗斯也不排除提供长程武器给其他反美盟国，让他们直接攻打西方目标。Of course, the U.S. for a while now has been worried, for instance, about Russia possibly giving weapons to Iran that could then threaten U.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other assets in the Middle East. 普京还指控西方依旧在幕后操控着这些军援乌克兰的武器。整场记者会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讲好讲满，媒体没得发问。而随着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将在中立国瑞士展开，瑞士相隔33年再进行公路上的战机起降演练。只见 F-18 大黄蜂战斗机缓缓滑行，罕见的场面也透露出俄乌战争下欧盟成员国的微妙转变。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在倾向作横，北约成员国他们在开战之后不是相继军援乌克兰，但之后有可能会派兵吗？
好，我们刚刚提到，北约呢，他们相继的军援乌克兰哦，现在呢就再度的强调了，其实这也是避免说整个战事再度的升级哦。我们就看到呢，是北约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他就再度的喊话，他说呢，其实从俄乌开战以后啊，北约的成员国虽然说确实相继是有对基辅来提供一些军援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完全没有要对乌克兰部署军队这样子的计划，只是呢，这看起来也是软硬兼施，因为同时这样讲的时候呢，又再度的强调哦，呼吁盟国说要寻求呢长期的财政承诺。为什么会这样提到呢？就是呢，他认为说现在要确保不管这场战事发生多久，都会持续提供来支持乌克兰。不过因为哦，现在呢西方的一些盟邦啊，他们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确实已经是出现一些状况了。包含有一些缺口啊和延迟的情况发生，他也再度的喊话说，这些盟邦呢应该要确保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乌克兰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盟邦的说话算话以及说到做到，因为确实对乌克兰方面来讲，这场战争是旷日费时的，这也是他们现在非常迫切需要的。另外，乌克兰最近发布新的规定，说不再允许双重国籍的男性公民自由出境，是为什么呢？作恒，好，没有错，因为其实呢，在之前呢、是有规定说呢，如果你可以提出在海外的证明，即便你有双重国籍，像是你有同时拥有乌克兰的国籍的话呢，还是可以在戒严令之下自由的进出，不甩这个征兵令的。只是现在呢，战争越来越长的时间情况之下呢，乌克兰有个新的措施哦。就是动员法呢有修正了，6月1号开始不再允许18到60岁持有双重国籍的男性公民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境，因为呢乌克兰的国家边防局就强调说要把他们全部都视为是乌克兰的公民，这个法律地位呢跟其他的人是没有其他差异的，也要保护国家免受俄罗斯的入侵。好，那既然如此哦，现在呢该怎么办呢？像是美国的驻基辅大使馆哦，就强调说，这些拥有乌克兰籍的美国公民要示警喽，因为美方不可能影响到乌克兰的立法，所以这些符合征兵年龄的男性自己要注意了。如果你没有在乌克兰无限期停留的计划，那么就建议你最好不要前往乌克兰。另外，俄国军舰传出未来几周他们会抵达加勒比海的海域来参加军演，错衡美国这边是怎么解读的呢？好，没有错，刚刚提到说呢，俄罗斯的军舰哦，他们即将要抵达加勒比海的海域来参加军演了，时间当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只强调说就在未来的几周之内。但是呢，这一次他们还要停靠的包含是委内瑞拉以及古巴的港口，那这个呢，形同就是俄罗斯他们也在大秀肌肉哦，说要来回应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是要告诉全世界哦，即便说俄乌战争已经是2年多的时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那么美国官员呢就分析说，俄罗斯其实在军演之前呢是没有通知美国的，那过去呢类似的情况呢都会先通知这个周边附近的国家哦。但是确实他们要强调的就是还是有权在国际的水域来进行军演，但是不只是俄罗斯，其实在6月7号的时候呢，北约的国家在波罗的海也进行了海空联合军演。但是呢这一次哦，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军舰呢？虽然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加勒比海的海域，但是近期我们看到泽伦斯基他是获得一些国家允许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的本土，这就让普京再度的开呛了。那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做呢？看完了俄乌战争的消息，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您扫描这个 QR Code 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他要投资你100万，投资你开店，做你的股东。拒绝他，情侣两个人之间最好还是不要牵扯到钱会比较好。你们两个想当情侣啊？他竟然跟我告白，我还拒绝他，哎，好像。